大家周末好，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苏晓，我在浙江大学计算机工程科学系完成了本科学位，然后和大家一样是申请到美国在伊利诺伊香槟大学读完的硕士和博士，之后在硅谷的工业界工作了一年，在2002年加入圣何西州立大学，在计算机工程系任教，现在是计算机工程系的系主任。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工程学院的概况。我们戴维斯工程学院刚才辛迪说过了，具备苹果和思科公司最大的校友群，在美国专业招聘平台 JobRite 通过分析700万求职申请和4万名雇员的情况，总结出了20个最容易被硅谷及周边地区的顶级企业雇佣的大学，圣何西州立大学被列为榜首，领先所有的常春藤门校，为硅谷25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输入最多的人才。戴维斯工程学院呢，在全美 提供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工程学院的排名中也是很靠前，美前三。工程学院还在很多硅谷公司现场提供研究生教育，因此专业人士可以继续学习以跟进新兴市场的需求。我们工程学院成立以来，人才辈出，特别是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大家所熟知的 Intel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Gordon Moore， 就是那位著名的定义摩尔定理的，是在圣何西州立大学完成了前两年的本科教育，我们的电机工程系，Omid Kodestani。他作为谷歌的早期员工，做到谷歌副总裁、谷歌执行长顾问，现在在推特公司担任执行主席。我们电气工程系的George Pelagos，也是 Atmel 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那我们计算机工程系呢，也有两位杰出的创业者。大家在右下角看到的 Rahib Hussain， 他创立了 Kelvin 半导体联合Kelvin 半导体公司，现在公司被Marvell 收购。在左下角大家看到的是一位我们的校友，现在在是国内杰出的企业家范渊，他于07年在计算机工程系获得软件工程的硕士学位以后回国，在杭州创立了安恒科技。安恒科技呢，是作为国内计算机网络安全的领先企业，为奥运会，为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 G20 峰会提供了网络安全的服务。那我们戴维斯工程学院有工业专业设置非常全面，我们有航空航天，有生物医学、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有计算机工程和软件工程，有电气工程、通用工程、工业和系统，还材料工程和机械工程专业。大家看右边我们显示的工程学院春季就读人数，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生就读人数达到2188，这是这个学期的最新数据。我们是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中最大的研究生学院，从老师到学生现在都越来越关注研究生教育。那整个学院一共有近7000名本科生和硕士生。我们学院感到最骄傲的一点，能跟大家提供的最优质的服务的一点，是我们的课程设置非常重视工程教育中的体验式的学习。
我们称之为 hands-on education。 我们希望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在毕业在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就能够开始工作，所以毕业的时候已经很好的掌握了在工业中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实用技能。那这里有一些图片显示的是我们各个专业的学生在参加各种竞赛中间的表现。在中间这张显示的是我们的mechanical engineering 是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他们的混凝土独木舟俱乐部在2016年的区域比赛中获得了第二的好成绩。右下角这张图片显示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俱乐部，他们每年参加由美国太空航空航天署举办的机器人的机器人比赛中间的火星探测机器人比赛中间每年都能进入到最后阶段的比赛。这个是他们在比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火星探测器原型。在右上角的图片显示的是我们的学生为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在建造他们的系统能够给他们提供生活的服务。那我现在再细讲一下我们春季学生入学的总数。在这张图中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各个专业中的就读人数。在本科生中间比较热门的是机械工程专业、软件工程专业，然后计算机工程还有电机工程专业和土木工程专业。那大家看这个红色的 bar， 那可以看出需求最大的是我们的软件工程专业，接下来是电机工程，再接下来是计算机工程专业。这也是我们三个职业前景最好的专业。刚刚 Cindy 说过我们的航空航天技术系是这个专业设置是很少的，很少有学校有四年制的航空学专业。这个专业的排名在西海岸是第一，在全美排名第四。它专业以培养专业飞行、航空管理、航线运营和机务维修为主要的方向。那大家知道的在911的恐怖袭击中，美联航93号航班在和歹徒做过搏斗的那个航班的机长就是我们航空技术系的毕业生。我们的工业与系统工程系呢也提供两个学位，那么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都是在工业与系统工程。他们硕士学位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工业与系统工程，还有一个工程管理，提供制造与服务管理、工程管理、人体工学等专业方向。我们的计算机工程，我们计算机工程系实际上也有两个大的专业方向，我们有计算机工程和软件工程。刚刚这里有一点呢我想跟大家仔细解释一下，我们Cindy刚刚说了我们还有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科学系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科学院，那在工程系呢我们有计算机工程和软件工程专业。这三个专业在专业设置上还是有细微的差别。以后大家有问题的话我接下来可以给大家仔细解答。那我们的软件工程和计算机工程提供很多方向
供大家选择。我们有现在热门的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方向，有企业软件技术方向，有云计算和虚拟化的方向，有软件系统工程，比较传统的系统工程方向，有网络安全方向，系统设计和验证，这个主要是硬件方向的，还有网络系统，还有嵌入式系统和安全系统。我们的电气工程系呢，也是在教学型公立大学里面排名第三。刚才没有说我们计算机工程专业呢是在教学型公立大学被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排名第一。电气工程系给研究生提供的专业方向主要是模拟电子学、数字信号处理、数字系统设计、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还有网络和通信方向。和工学院大多数的研究生一样，他们大多数毕业以后能够就职于高科技公司，包括网络技术、半导体、电子、模拟和数字系统，还有无线通信等方向。化学和材料工程系呢，也是有两个专业方向，他们分化学工程和材料工程。该系成立于1953年，在工学院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所以在硅谷湾区地区有很强大的合作伙伴网络，能够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工作、实习和就业的机会，也提供短期项目、研究课题。他们化学工程学位，他们将传统的工程和科学科目与专业开发的生化工程课程和实验室相结合，主要分生物技术、环境工程和半导体和聚合物加工的方向，提供学士和硕士学位两个方向。同样的，在化学和材料工程系里面的材料工程专业，他们深度的研究材料工程的相关领域，也提供学士和硕士方向。他们的专业方向呢就比较关注于半导体加工、结构材料与生物材料。研究生毕业以后能够从事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替代能源、微电子以及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工作。刚刚 Cindy 和大家说过，我们圣何西州立大学呢是一个教育投资回报比很好的学校。国际学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基本上在$40,000左右。那毕业以后的工资，这个现我们在右边图上显示的是2016-17年的工资收入调查。那可以看到有些专业像软件工程、计算机工程，在硕士毕业以后的年收入都能超过10万，软件工程平均能达到15万左右。那本科生毕业以后的就业的前景也很好，他们的工资收入也非常丰厚。那这里再重复一下，研究生的入学申请呢，对国际学生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获得4年制的学士学位，最低在本科的 GPA 达到 2.5 以上，英语、托福基本是80，雅思是 6.5。 那各个专业呢还有自己的入学标准，每个专业制定的可能会有更高的 GRE 和 GPA 的标准。像 Cindy 说过，我们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Cal State Apply 上面直接在线申请。那总结一下，如果说大家问圣何塞州立大学给大家提供的优势在哪，就大家为什么要申请我们学校，我想主要总结一下有三点。第一，我们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就在硅谷的中心，所以我们的课程呢能够与时俱进，
能够紧跟高科技公司发展的脉搏，我们调整的是非常快的。就像我们计算机工程专业，现在马上就要开设一个开设一个人工智能的硕士生学位。第二呢，我们的教育投资比是非常好的。大家如果把读研究生、出国留学看成一个对自己的投资的话，那这投资回报比是非常高的。第三呢，我们的校友网络群很庞大，这样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大的将来的专业网络，为大家的实习和就业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好，谢谢大家。